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文章，说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至下而昧上，则著矣。那么这是学习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啊。上根人虽然是从这个心上改起啊，从起心动念处改起，决定不能疏忽四相上啊，不能说我心很清净了啊，这个戒条啊可以不必遵守了，这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呢？即使你有真功夫，你的功夫并不真实。为什么？你有真功夫的人一定有真慈悲呀。你有真慈悲，你一定会做出榜样，做出模范给人看呐。啊，这个是利他了，自利利他。所以这个是对对的正确的啊，就是上根人必定要时时刻刻照顾下根人啊，我们对于世尊所制定的戒条条条要遵守，这个戒条引申国家的法律我们一定遵守，持戒广义的讲法就是守法了啊！你像在大乘戒经里面佛说的就很清楚就很明白，梵王经里面跟我们讲菩萨一定要遵守这个不谤过主啊，国主是现在讲国家领导人呐、啊，决定不能够毁谤啊！啊，《璎珞戒经》里面讲，不漏过税。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国民对国家有缴纳税的义务，不能偷税呀、啊。那么像这些都是属于持戒，所以国家的宪法法令规章这是有形的，无形的我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都要遵守啊。那么在现代这个社会，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常常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到人家的国家，他们的法律跟中国不一样，他们的风俗习惯跟中国不一样，入境随俗啊，到人家国家里头一定遵守别人的法令规章，遵守别人的风俗习惯，都在持戒里头，所以这个戒律啊里面所包含的广大无边的、我们都要懂得啊。所以如果至下而昧上啊，执着在这一些法令规章我样样都遵守啊，但是不明理也不懂得从心上去改过，这样改法就很笨拙了啊，这不是个聪明办法啊。
但是也是好办法啊，能够这样遵守啊，这个总是过失比较少了啊，过失是不能避免，过失可以减少很多啊，所以他给我们讲改过要有三种心，也有三种不同的功夫啊，这个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下面这一段呢，是讲改过的效应啊，过改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境界现前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成绩，请看这篇文字啊，故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又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故这个字用现代化来讲呢，就但是的意思啊，但是但凡啊，发愿改过需要有帮助啊，明这明显的需要啊，良朋提醒啊，要有真正好朋友时时刻刻提醒你啊，为什么呢？凡夫健忘啊，啊，一转眼忘掉了。诸位想想，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你的好朋友，常常提醒你，你嫌不嫌他啰嗦呢？是真的，确实会嫌他啰嗦，会嫌他繁琐，所以佛教的教学，那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的聪明智慧啊！他用什么方法呢？这种方法就是现在学校里面叫的教学工具啊。他用名号啊。他用啊艺术，时时刻刻提醒你啊，名号，你比如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名号啊，啊，他自己的本名，经典上记载叫悉达多啊，但是啊。他习惯呢用这个名号，这个名号是这个名号提醒我们啊。但是古时候古人翻经啊，翻释迦牟尼佛完全用梵文音译，没有把他的意思翻出来啊。我们现代人呢听到这个名号呢迷惑了，不懂得什么意思，古人懂得啊，古时候讲经的人多，教学的人多，因为一般寺院全是学校啊，出家的这个法师就是老师，他天天在里面自己研究，对大众啊讲学教学啊，所以寺院是学校啊啊，所以大家懂得释迦，他的意思是仁慈。我们待人接物缺乏仁慈，常常想到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都起这种念头，干这种事情，这错误的。所以佛他用这个名号，哎，释迦，你听到这个名称。我待人要仁慈
啊，要能够舍己为人。啊，摩尼两个字的意思是清净。啊，对自己要清净啊，对别人要仁慈啊。用这个名号啊，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自己念这个名号提醒自己，听到别人念这个名号也提醒自己。啊，那么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小佛堂，或者有个客厅，客厅里面我们供一尊佛像，啊，把佛的名字写在两旁边，像对联一样。这是你们大家在寺院看到的床幡，啊，这个幡上写的都是佛菩萨名号，什么用处呢？提醒我们自己。啊，佛教里头用这个方法了，佛像。菩萨像也是提醒我们的，啊，让我们一看就晓得它代表什么意思。啊，那释迦牟尼佛代表仁慈清净，啊，那么在中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多的，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用现在的话就是无条件的爱心，啊，爱护一切众生，啊啊，众生有苦有难，啊，无条件的全心全力就帮助他，啊，这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看到观世音菩萨像就想到，啊，我要对一切众生要慈悲，啊，无条件的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观音菩萨是谁？观音菩萨就是我啊！啊，提醒我用这尊像，用这个名号提醒我，我要效法观世音菩萨，我要学做观音菩萨，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供奉这个佛像啊，功德很大，功德大在哪里？就大在此地，常常提醒你供奉地藏王菩萨，啊，地藏王菩萨代表孝，孝亲呐，啊，啊，地是大地，藏是宝藏，啊，你看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能离开大地啊。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大地来供养，啊，地上无论是生长的，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五谷杂粮，啊，这是地生的宝藏啊。地下埋藏的那个资源就非常之多了，啊，这个金银珠宝啊，提供我们生活之所需啊。佛用这个地呀，啊，代表我们的心地啊，藏呢，我们心地真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能力啊，这个德就是能力啊，有无量的相好，需要我们就开采啊。用什么方法开采呢？用孝亲尊师，啊，就是孝道跟师道，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讲的孝道跟师道，啊，用这个来开采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我们就要懂得孝亲尊师，啊，他时时刻刻提醒我。文殊菩萨提醒我智慧，要求智慧啊。普贤菩萨提醒我要落实在生活上啊，像释迦的仁慈清净啊，观音的慈悲，地藏的孝敬啊，普贤这个文殊的智慧，通通要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的处事待人接物，那就叫普贤。你看看佛家教学，你说妙不妙？所以佛教里面所有佛菩萨的形象，所有这些神明的形象，通通是教学表法的，绝对不是迷信，绝对不可以把它当作神明来供奉，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用这种方法来提醒我们，比一个人在旁边天天提醒我们呢，我们会厌烦他，会讨厌他，甚至于会恨他。用这种艺术品摆在你面前，可以欣赏又可以提醒，你是多好。上一次我访问这个凤凰卫视见到这个长乐先生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摆了许多弥勒菩萨像，我看看他有的像弥勒菩萨这个肚子大大的胖胖的。弥勒菩萨代表的是欢喜心呐。佛家常讲的平等慈悲生平等心，成喜悦相。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心要平色要端庄，要欢喜这是教我们怎样跟大众相处全是表法的。我们这个出家人名号都不例外我出家师父给我起个名字叫净空，我很欢喜人家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想我有没有清净，我有没有放下放下就空了提出这个名号，我就想想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名副其实。如果名跟实不相符合，我们要生惭愧心我们对不起这个名字所以佛的名号无量无边，代表我们真心本性里面的性德无量无边。菩萨名号无量无边，代表我们的修德信德，我们在凡夫，我们迷了自信，所以信德不显了，要靠修德了。修德有功信德就现前是这么个意思佛教不单单呢是名字这个艺术上的造像是表法的，所有一切设施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连建筑都不例外你们要是注意看，你到这个写佛教寺院，你看供奉释迦牟尼佛这个殿叫大雄宝殿，你看它的建筑外面看呢两层，里面是一层，都是提醒我们外面两层教给我们要随俗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内里头要平等内里头不能有两样外面可以不平等，里面决定要平等，外面平等呢这个社会秩序就破坏了外面一定有尊卑有父子有兄弟有长幼，他有秩序不能把这个秩序破坏了所以外表两层代表着社会秩序，决定要遵守，里面呢决定要平等。你看这个意思多好那个供奉这个供具都是表法的
啊，我们在佛前面烧一炷香，香代表什么？香代表你看看香赞里的样子，戒定真香。啊，真香不是你燃的那个香，看到那个香就要知道我要修戒，要修定，要修慧。戒定慧是我自信真心里的香，叫你闻到这个香，看这个香，想到我要修戒定慧，我要断贪嗔痴。啊，没有一样不是提醒的。啊，佛前面的供具，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是要供一杯水。啊，其他的供具，通香化通通没有，那就香都不烧都没有关系，水一定供一杯。水代表什么呢？水代表心，看到这杯水，我的心是不是像水一样干净，一尘不染，是不是像水这样平等，叫水平啊。所以水代表清净平等，取这个意思，那个水不是给佛喝的啊，是给我看的，给大家看的，看到这一杯水，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用这些方法来提醒我们，没有一样啊，不是，只是苦口婆心呢，想一些方法来教我们，啊，我们然后才体会到佛对我们恩德之大。啊，设想之周到，那不能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哪里有迷信呢？啊，所以诸位要记住，供佛前面那个水不能供茶，茶什么？茶有颜色，那个不干净，那就代表心里头有污染。啊，所以要供清水。啊，那个清水，是用自来水还是用开水，这无所谓，只要那个水干净，啊，里面没有肮脏的东西在，啊，那就行。你懂得它的意义是表法，啊，也就是明虚良朋提醒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刻不提醒。我们就会迷了，啊，就会做错事情了，啊，就糊涂了，啊，所以佛门这个教学的设施真正了不起啊！这个，我们到二十世纪之后后半叶，啊，二次大战之后，啊，我们才常常听到艺术，连打仗都讲求艺术。啊，有这个艺术化的口号，我们想到佛在几千年前教学就进入艺术了，啊，用艺术的方法来教导。又需鬼神证明，啊，这个鬼神证明就是感应，啊，感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在这一生亲身体验的，同修们他们的感应给我讲的，这个就太丰富了。佛法的修学就是学做一个好人呢，学做一个明白人呢，还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你要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这一生没有缘遇到啊，所谓是没有机会遇到。你有这个机会遇到，证明你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因缘啊。我在往年住在美国的时候啊，在达拉斯我们那个佛教会啊，有一个会长啊，蔡文雄居士啊，他告诉我学佛的因缘啊，他们常住在外国的华侨，
对这个不相信啊。啊，那一年他的父亲过世，他到台湾来奔丧，啊，送他的父亲。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他在床前，啊，他看到啊有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呢在窗户里面，那个窗户就好像是个那个佛龛一样，佛像在当中。啊，他说他至少看了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绝对不是看错。啊，给他印象很深，他感到非常惊讶。他问别人，别人看不见。他这个学佛的信心呢，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佛来度他。以后他做生意，啊，赚的钱呢，有的时候啊，逛古董店呢，他喜欢买古董，在古董店看到一尊佛像，是石头雕的。这尊佛像他一看呢，哎呀，就是他父亲走的那一天呢，现在那个窗口的那尊佛像，他立刻就把它买回去了。买了，那是在中国买的，买了之后带到美国，最先供在家里，以后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去看，我看了也很欢喜，啊，我劝他把这一尊佛像供在道场，啊，因为他是这个道场的会长，达拉斯佛教会，啊，现在这尊佛像还供在那个道场。这是他讲出他学佛的因缘，又需鬼神之名啊！啊，他又告诉我一桩啊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他说有一次，他跟几个朋友，在这个旧金山，啊，他是在旧金山之外一个小城，回到旧金山。开车把路走错了，走到一个小镇，确确实实这个小镇呢，在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去过的。啊，车接近小镇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很熟，是他住过的。啊，他能够立刻就记起来这个里头的道路的状况，里面建筑的状况，跟这个同车的人讲，然后这个车他们就进去，跟他所说的完全一样。他非常惊讶，这桩事情多年之来他得不到答案。遇到我的时候，他问我的法师，这到底是什么缘故？我说，从这个地方看呢，大概你前生呢，你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如果你前生不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而且住的时间会相当长，否则的话呢，你不可能知道这个小城里面的状况。他一想有道理，他说很可能呢，他前身呢是在旧金山呢做矿工啊，大概是中国人做矿工啊，哎，生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个地方还算不错，没做什么坏事，这一生又得人生了。啊，生意还做得不错啊，又能够学佛，前世的业因呢，真实啊。像这一类的事情，我遇到的太多太多了，我自己本身也有好多次啊。到外国一个地区，从来没去过的，一去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面熟啊，这个环境不生疏。如果没有前世，这怎么讲都讲不通啊！啊，你说突然之间灵感，为什么不其他地方有这个灵感？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由此可知，人决定有过去生，既有过去生，就肯定有来生，因果同三世啊！
啊，所以这是需要鬼神来帮助我们。一心忏悔呀，昼夜不懈，这做功夫啊！啊，这个忏悔就是改过啊，我们念念都有过失，一不觉就迷了，迷了就是过失，所以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啊，昼夜都不能够间断啊。所以有人问我，那我们在家里头卧室里头可不可以供佛像啊？有些法师就说了，卧室里头供佛像那是大不敬啊。这个话说的只对一半，不能全对。那怎么说对一半呢？你不是修行人，你不是不肯认真去改过自新，那你把这个佛像啊供在卧房里面是不敬，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正修行人啊，昼夜不间断呢，想要人提醒我啊，那在卧房里头没有佛像就会忘掉了，就迷失了啊，我可不可以供？应该供啊。所以对真修行人来讲呢，那进不进是小啊，提醒我觉悟是大了。我真正觉悟就是恭敬，我迷惑了就是大不敬。这个事情总得要通情达理，所以要执着在那个教条上，你讲不通啊，你只能对一半呢，你不能完全对啊。所以对一个真正下定决心改过自新啊，要这个效法佛菩萨，学习佛菩萨，什么地方都可以供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总得要知道啊。问题我们是不是真干，是不是真学啊？下面这是讲克期取证啊，经一切七天啊，经过七天或者二期十四天，乃至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必有效验呐！啊，如果真的能够锲而不舍，哎，就有感应。啊，哪些感应呢？下面他举了个几个例子来给我说。啊，我们的业障消了，罪过消了，哎，他有预兆，啊，有好的预兆，啊。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或者心神一旷啊，哎，在从前这个心里啊总是不开心，总是郁闷不乐，哎，现在这个心胸开阔啊，常常欢喜，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感应。啊，这是效果，或者智慧顿开。啊，从前处事待人接物，总觉得自己啊很糊涂，啊，糊里糊涂，没有智慧。啊，现在啊，经过这一段顿悟改过，啊，这一段修持之后啊。哎，觉得自己现在有智慧了啊，处事待人接物啊，不迷惑了啊，有智慧，很清楚，很明白，这都是效果啊。或处勇他而初念皆通，勇他是事物繁忙啊，从前事物繁忙，自己感觉的很累。很疲倦
啊，提不起精神，处处有障碍。现在经过这样修持之后，啊，断卧改过之后啊，处理这些繁杂事情跟从前不一样了，啊，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啊，再烦的事，再忙的事，都感觉有头绪、有条理，啊，轻而易举啊。不感觉的繁杂了，也不会也厌倦了。或欲冤仇而回尘作喜，那这是很不容易的功夫了。冤家对头，在从前说看到他就讨厌他，就恨他，总要骂他几句。现在看到这些冤家对头了，不但不会骂他了，欢喜还跟他行礼，啊，以善心以礼节来对待，这个都是好的吉兆啊！啊，那么这是在人事上说的，啊，下面呢，这是讲你在梦中的境界跟从前不一样了。没有修行之前常做噩梦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我在学佛之前噩梦很多，常常在梦中惊醒，学佛之后在头十年还有噩梦，十年之后啊，噩梦没有了，这个都是好的预兆，都是好的感应，或梦吐黑污，梦中吐出黑色的东西，黑是脏的东西啊，这是举例，或梦往生现现。我是因为常常讲经，所以梦过不少次，佛菩萨讲经，我参加这个讲经的法会，提携戒引，佛菩萨在梦中给你说法了，帮助你，教导你啊。这是一类，下面又一类呢，或梦非不太虚，这个梦好，做梦的时候飞起来了，在空中飞行，所以腾云驾雾，或梦床翻宝盖，梦到天宫，梦到佛国，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甚似是种种甚似殊胜之事啊！这些预兆啊，皆过消罪灭之相啊，才会有这个现象啊。我们的罪业纵然没有完全消除，消除的一部分了啊，这些现象现前。那么这些好的现象现前，千万要记住，然不得至此自高，化而不尽，最怕就是这个啊。所以种种瑞相现前，对于一个真正用功的人，见如不见，不必跟别人说，不必炫耀自己的成就啊，那就完全错了。应当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放在心上，自己依旧
要一心忏悔啊，依旧要昼夜无间呐、我们的功夫才会进步啊。如果有这些境界现前了，自己以为了不得了，自己以为比别人高了，你功高我慢的心生起来了，不但不能提升呢，你立刻往下堕落了，这是错误啊，这是严重的错误啊。化而不尽呢，化是终止，在这个地方，这个化就不再往前进了啊，这就可惜了啊。所以这些殊胜的境界现前，若无其事啊，纵然觉得自己智慧开了，还当作未开想，这个好啊，我们才能够进步啊。廖凡先生说了这么一大段，下面呢再举例子啊，举古人改过的例子，勉励他的儿子。昔居伯玉当20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啊，居伯玉是春秋时代魏国的大夫。啊，他改过自新呢，很有效果。在历史上啊，留给后人做典范。啊，这个人也是圣贤之人，20岁很年轻的，他就知道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的重要，就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啊，到21岁呢，乃至前之所改未尽也。啊，虽然天天在改，认真努力在改。改了1年，觉得过去这1年呢，改得不彻底，改得不究竟。啊，即22岁呀，回视21岁呀，又在梦中。这样子，年复1年，啊，岁复1岁呀，弟弟改之，新年50而又至49年之非。到自己50岁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过去49年所做的还是错了。古人改过之学如此啊，值得我们效法了。啊，一个人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过失，这是最大的过失啊！啊，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过失，你就不会有心去改过了。啊，没有改过的念头，这个过失的累积，由小过累积就成大过。由大过累积成为巨过，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啊！许许多多的凡夫，为什么死后堕三恶道？缘由就在此地，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不知道改过。由此可知，廖凡先生在前面所讲的啊，明须良友提醒，这一桩事情重要啊。
你到哪里找到这么一个好的朋友肯提醒你呢？说老实话，父母都做不到。父母果然天天提醒你，你一定会怨恨父母，会觉得父母唠叨啊，父母太繁琐了啊。所以佛菩萨想的方法好啊，妙极了啊，用种种方法表法提醒你，而表法的意义要懂啊。譬如我在前面讲的供水啊，这佛前面供这一杯水，你一看就晓得哦，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永远保持清净平等。那离开佛堂不就忘掉了吗？那谁提醒你呢？你要知道，只要见到谁你就想到啊，我们平常喝水倒一杯水在这里，马上就提醒自己。到外面做客，人家招待啊，最简单的也是一杯茶水啊，见到谁就要想到啊，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啊。啊，如果你只是佛堂的那杯水是表法的，其他的不要，你什么都学不到了啊，那你就未免太笨拙了啊，你是过分的分别执着了。那譬如燃一颗香，你晓得这个香是代表啊戒定慧啊。我们在任何场所当中闻到气味都要想到戒定慧啊，香是提醒鼻根的啊，不管什么样味道都用一个香字代表啊，只要有气味，哎，闻到有气味就要想到戒定慧，然后你再学，你才明了虚空法界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出的，哪个地方不是用功道场呢？一切时一切处原来都是道场，道场不是在寺院庵堂啊，处处皆是啊。我们在佛前面供花啊，供果啊，花代表是代表因啊，花开得好因好，因好果一定好啊，所以果是代表果，这花代表因啊，善因得善果啊，恶因就会结恶果啊，他表这个意思啊。啊，佛前面供这个花果，我们懂这个意思，什么时候看到花都要懂得我要修好因，无论在什么时候，乃至于看人家穿一件衣服上绣的花，看到这个花我要知道绣好音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果实啊，我们祈求的是好的果报，好的果报一定要绣好音啊，这不都是佛家的教学吗？啊，都是如来的教诲吗？哪里要说一句话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舌尝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原来处处皆是佛法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佛法无边啊，这句话意思你懂了吗？所以你要会学啊，你要会学，一切时一切处决定不迷。为什么呢？他都在表法，都在提醒你，你怎么会迷呢？
不会的人呢才迷啊，执着的人才迷，执着一定在佛堂供的那是表法，离开佛堂之外的就不懂得什么叫表法了。这个学得太笨拙了。啊，孔老夫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烦，夫子就不教了。我说太笨了吧。啊，告诉你一样只能懂一样，你不能够触类旁通。啊，佛法是教你一样，你懂得了，一切都懂得了，样样都通了，这是佛法。所以佛法教学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那我们这个功夫上来讲呢，居白玉是最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条决定不能疏忽。了凡到晚年也学啊，啊，学具备语啊，这是功夫有相当根底了，才知道啊，勇猛精进的重要性啊，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功效越来越显著啊，在这个日常生活越来越快乐，事业越来越顺利确确实实做到了灾消福来，一点都不假。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